Salve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i italiano B1. 大家好，欢迎来到意大利语 B1 级别教程。Io sono Susi. Lezione 68. Ripasso dell'unità 6. 有同学回答，有命令式，主要讲解了间接命令式。命令式和代词，还有它的否定形式。还有同学说，我们还学到了很多不定形容词和不定代词。另有同学补充道，既然其他人把语法点都讲完了，那我就说说，在这一单元里，我们学到的关于意大利歌剧的内容，涉及到了多部 Rossini、Verdi、Puccini所创作的歌剧的情节故事和相关内容，这样下次当我再去听歌剧的时候就不怕看不懂了。当然听的话还得慢慢来，边看 libretto 边消化。又有同学说，这样的话我得说我们还学到了非常实用的信息，如何指路问路，这样对快要去意大利旅行的我就非常有帮助。看来啊，同学们掌握的都不错。那么今天我们就快速浏览一下本单元的语法知识小节，然后进入意大利手势的最后一讲。Ragazzi, siete pronti? Allora, cominciamo. 关于命令式的动词变位，我们要记住，命令式中不存在第一人称单数的动词变位。直接命令式即第一人称复数和第二人称单复数的命令式动词变位，与直称式现在时中的变位大多相同，只有以 are 结尾的动词在变为第二人称单数的时候，要把直称式现在时中的 e 变为 are。 间接命令式即第三人称单复数的命令式动词变位，与虚拟式现在时的变位相同。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以 are 结尾的第三人称单数把 are 去掉后加上 e， 以 are 结尾的第三人称复数把 are 去掉后呢要加上 ino， 以 are 结尾的第二人称单数把 are 去掉后加上 ia， 第三人称单数变位把 are 去除后呢加上 e，以 iare 结尾第三人称复数把 iare 去除后呢加上 ino， 以 care gare 结尾第二人称单数把 care gare 去掉后呢分别加 ca ga， 第三人称单数把 care gare 去除后呢分别加 chi gi， 同样以 care gare 结尾第三人称复数把 care gare 去除后加上 kino gino， 以 ere 结尾第三人称单数把 ere 去除后加上 a， 以 ere 结尾第三人称复数呢把 ere 去除后加上 ano， 以 ere 结尾第三人称单数有两种变位形式，如果直称是现在时以 ire 结尾第三人称单数变为 a， 那么命令是第三人称单数把 ire 去除后呢加上 a， 如果直称是现在时以 ire 结尾第三人称单数变为 ish， 那么命令是第三人称单数把 ire 去除后呢加上 ista， 同样以 ire 结尾第三人称复数也有两种变位，如果直称是现在时以 ire 结尾第三人称复数变为 ono， 那么命令是第三人称复数把 ire 去除后呢加上 ano， 如果直称是现在时以 ire 结尾第三人称复数为 iscono， 那么命令是第三人称复数即把 ire 去除后呢加上 iscano。 此外大家还要注意动词andare, dare,
fare, stare, dire。它们的第二人称复数变位呢，有特殊形式，会在变位后呢出现单引号 apostrophe。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这几个动词的变位表格。命令式不规则动词变位，其第一人称复数动词变位和直陈式现在时一致，如 essere 第一人称复数变为 siamo。命令式第三人称单复数变位和虚拟式现在时变位一致。同样以 essere 为例，第三人称单复数分别为 sia、siano。有些如 venire、sciogliere、spegnere、rimanere、uscire， 他们的第二人称单复数变位也和直陈式现在时变位一致，如 venire 第二人称单复数分别为 vieni、venite。剩下的如 essere、avere、sapere、volere。它们的命令式第二人称单复数变位中呢，如果大家把它们的单数形式记住了，那么复数变位就是在单数变位的情况下，结尾加上 ate。除了 essere 有点特殊，因为它的第二人称单数变位为 si， 两个 e 结尾，它的第二人称复数变位则需要在第二人称单数变位的基础上去掉一个 e。再加上 ate， 变为 siate。大家呢可以再参考一下命令式不规则动词变位的表格。关于命令式的用法，我们讲到过，它可以表示指令 ordine， 禁令 divieto， 建议 suggerimento， 邀请 invito， 请求 richiesta， preghiera。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章用直接命令式和间接命令式所列举的例句表格。动词以 are 结尾 parlare， 第二人称单数 Mario parla più piano， 第三人称单数 parli in italiano capisco。第一人称复数 parliamo un po， 第二人称复数 ragazzi parlate in italiano， 第三人称复数 parlino più piano per favore。 动词以 r 结尾 prendere， 第二人称单数 prendi un'aspirina e ti passerà， 第三人称单数 prenda qualcosa offro io， 第一人称复数 prendiamo un caffè offre lui， 第二人称复数 prendete la metro è più veloce， 第三人称复数 prendano appunti è importante。动词以 ire 结尾 finire， 第二人称单数 finisci e vieni ti voglio parlare， 第三人称单数 signorina finisca la lettera， 第一人称复数 finiamo di studiare e usciamo， 第二人称复数Finite presto, sono già le sette。第三人称复数 Finiscano presto, per favore。当命令式和各种代词、直接宾语代词、间接宾语代词、组合代词 ci 或者 ne 配合时，在直接命令式当中，也就是第一人称复数和第二人称单复数，各种代词呢要紧贴在变位动词后面，
与动词合并为一词。动词 andare, dare, fare, stare, dire 的命令式第二人称单数后面，如要接代词，代词的第一个辅音字母要双写。省去变位动词的单引号之后呢，与双写第一个辅音字母的代词合并为一个单词。当然，除间接宾语代词 e 之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命令式与代词组合的例句表格。Dammi 10 euro. Mi dia 10 euro, per favore. Prendi la busta e portala al direttore. Prenda la busta e la porti al direttore. Gliel'hai detto?Diglielo. Gliel'ha detto? Glielo dica. Fa freddo. Vestitevi bene. Fa freddo, signori. Si vestano bene. Ti prego, pensaci con calma. La prego, ci pensi con calma. Vattene.Mi dai fastidio. Se ne vada, signore. Mi dà fastidio. 命令式的否定形式呢，则是在其变位动词前直接加上 non， 但只有第二人称单数 do 的否定式例外。它的构成形式呢为 non 加上动词不定式。命令式与代词组合的情况下，其否定形式呢仍然是在其前面加上 non， 但在命令式否定形式第二人称单数时，代词即可放于动词不定式之后，也就是去除动词不定式末尾元音再加代词，也可以放在动词不定式之前。命令式否定形式第二人称复数，代词可以放于变位动词之后，与动词连写，也可放于变位动词之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命令式否定形式的例句表格。以 are 结尾 andare 第二人称单数 non andare via 第三人称单数 non vada via per favore 第一人称复数 non andiamo con loro 第二人称复数Non andate alla festa. 第三人称复数。Non vadano via, signori. 以 r 结尾 ，credere. 第二人称单数。Non credere a queste cose. 第三人称单数。Ma non creda a queste bugie. 第一人称复数。Non crediamo a loro.第二人称复数 ，Ragazzi, non credete a lui。第三人称复数 ，Signori, non credano a lui。以 ire 结尾的动词 ，partire。第二人称单数 ，Non partire senza salutarmi。第三人称单数 ，Non parta con Stefano。第一人称复数 Domani pioverà, non partiamo. 第二人称复数 Non partite subito. 第三人称复数 Non partano stasera, signori. 我们再来看一下命令式否定形式与代词组合的例句。非尊称第二人称单数Non è buono, non berlo. 或者 Non lo bere. 尊称形式第三人称单数 Non è fresco, non lo beva. 非尊称形式第二人称复数
Non glielo dite? È una sorpresa. 或者 Non dite glielo? È una sorpresa. 尊称第三人称单数 Signora, non glielo dica? È una sorpresa. 在本单元中呢，我们还学到了不定形容词和不定代词。我们知道，不定形容词和不定代词指代了不确定的数量。不定形容词的性、数，需要与所修饰的名词的性、数一致。而不定代词的性、数，则需要与其所代替的名词的性、数一致。目前我们学到的既可以做不定形容词，也可以做不定代词的有 alcuno, altro, ciascuno, certo, diverso, molto, nessuno, parecchio, poco, tale, tanto,troppo, tutto, vario. 只能做不定形容词的有 ogni, qualche, qualsiasi, qualunque. 其中 qualsiasi 与 qualunque 为近义词，只可以做不定代词的有 chiunque, niente, nulla, ognuno, qualcuno, uno. 只有单数形式的是 ciascuno, chiunque, niente, nessuno, nulla.Ogni, ognuno, qualche, qualcuno, qualsiasi, qualunque, uno. 对于第六单元的语法点，大家是否还有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进入意大利手势的最后一讲，涉及到的内容有俏皮式的同意，别提啦，没有什么可能性，并拒绝保密，难道我是傻子，前额处写上 Giocondo, 做鬼脸，你疯了，在演出演讲结束后，我们可以鼓掌Applauso, 或者飞吻 al bacio 的方式表示赞扬赞同，表示俏皮的同意，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可以闭上一只眼睛 strizzata d'occhio, 或者抬起水平弯曲的右手，左右轻轻移动，同时眨眼，如视频所示，再或者用右手的食指把右眼的下眼睑轻轻往下拉一下。我们知道 figurati 有瞧你说的别客气的意思，但是呢，它还可以表示事情不像对方想象的那样，本体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出沮丧的脸部表情，同时把右手放于胸前，用手腕小幅度的转几下，表示为难，让我再想想。我们可以皱起眉头，把右手放于置于胸前的左手上，用右手食指触摸右侧太阳穴，表示没有可能性 escludere una possibilità，束手无策，
niente da fare。把左右手举起，垂直交叉放于胸前，或者呢，双手握拳交叉，水平放于胸前，好似双手被捆住了一样。Ho le mani legate。同时摇头，表示不可能做某事。Impossibilità。因对方所说的事情触怒了自己，表示拒绝做某事。举起握拳的右手，靠近左肩，左手用力放于右手后臂处。若对对方所说的表示不同意，拒绝做某事，上身微微向后倾，把五指张开，手心向外的双手放于肩膀前，并说 Per carità, no!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同样对对方所说的或提议的表示不同意，不可能，我才不干。把右手手背朝前，放于右耳边，然后稍稍摆动，同时说 Sì, ciao。完全不同意对方所说的，表示反对。Contrarietà。嘴里说着。Ma va a quel paese 的同时，双手由下向上迅速举起，如视频所示，或者翘起右手中指。当然呢，这个动作就十分不礼貌了。同样表示不同意，我和你不是一伙的，我们保持距离。Manteniamo le distanze。右手放于胸前，示意我，然后手心向外伸出，示意我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右手五指指尖合拢，放于胸前，前后移动，表示你到底要干嘛？你到底想要什么？ Ma cosa vuoi？ 表示保密。我们把嘴巴闭紧，用右手假装做出用针缝合上下嘴唇的动作 ，bocca cucita， 或者鼓起嘴巴，假装嘴里满是水 ，acqua in bocca， 无法说话，表示我有那么傻吗？假装在前额写字，嘴里说着 ，ho scritto Giocondo in fronte。我写了 Giocondo 在前额。这里的 Giocondo 呢，表示愚蠢、呆傻的意思，表示服从 ，obbedienza， 马上去做，去执行 ，sì, signore， 可以做出敬礼的姿势。如想要示意挑衅 ，sfida， 来，你试试看。双手交叉放于胸前，如视频所示，嘴里可以说 Dai, provaci。 做怪腔、鬼脸 Sberleffo。 右手大拇指放于鼻子上，另外张开的四指从小指到食指慢慢向下合起，表示看不起、轻视 Marameno或者把舌头伸出 linguaccia。 再者伸出舌头，把左右手的大拇指放于头部两侧，其余手指呢全部张开。如果想说你疯了，把右手靠食指和拇指的一侧触碰前额，嘴里说 ma sei matto， 或者 ma sei matta。当然也可以是用右手的食指触碰右侧的太阳穴，同样嘴里可以说 ma sei matto 或者 sei matta。 其实意大利人的某些手势和我们平时使用的手势还是有点像的，只不过他们的幅度更大更夸张。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第一到第六单元的讲解内容呢将告一段落，这也意味着 B1 课程也将进入尾声。接下去的两节课呢，我们会给这一阶段的学习做个总复习，当然也会考验一下大家对意大利手势的了解。Ci vediamo alla prossima puntata. Ripasso del livello B1. Parte A. A presto!